声音开始哦。请问，好了，先说气球的颜色，请准备一下。气球的颜色，接下来我们有3、4、5。OK， B 组先。那请我们看啊。OK， 来，请问你的名字是什么？宋才，顺才吗？我愿意，妈妈取了一个好名字，宋才哦。来，请问 A 组还没有分 ，OK。来，哎，黑骑士也是可以用的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有第三个问题，气球的颜色是青色。小泽，毕业。好 ，OK。哎，今天哇，这有点精神气焰，我有点怕。你的名字，书名，